要说粤语的，要趁我神志不清的时候来考验我的粤语到底什么程度。对，这边有三个粤语还蛮经典的绕口令，我其实都说过，但是真的很难，我试试看啊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而家学紧而家嘅姨妈，而家去而家家私买而家唔啱用嘅而家家私。是说完了，但系多准确。第二个是邮差叔叔送信，顺速速速送出。还有一个，这个真的很难，床脚装墙角，墙角装床脚。你话床脚装墙角，定墙角装床脚？你觉得你说的怎么样？速度太慢了，但是应该有70%是对的，至少。第一句，要不再试一下，给快一点的版本。而家学紧而家嘅姨妈，而家去而家家私买而家唔啱用嘅而家家私。哦。第二句，邮差叔叔送信，顺速速速送出。第三句，床脚装墙角，墙角装床脚。你话床脚装墙角，定系床墙角装床脚？好，我们刚刚不是有说的粤语绕口令吗？但是我们现在就现场找到两个香港的朋友，对，叮叮，那我再说一次快一点，然后他们就会说正确还是不正确，或者是打几分，一到十分打几分的，要用快速哦。而家学紧而家姨妈，而家去而家家私买，而家唔啱入边而家家私。9.5分，哇！超不超？这句有点难。邮差叔叔顺顺顺速速速送出，听不明白。你先看，你看一下，有8分啦。你看一下，顺。不是你前面都准确的，就是后面就有点。哇，这句最难的。好了，顺顺速，没顺速，没啱的。再来一次，邮差叔叔顺顺顺速顺速速速。哇，这个真系好难啊！邮差叔叔送信，送送信，送信，信，信，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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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邮差叔叔送信，信，叔，叔，叔，送叔。啊，可以这句直接跳过，真的太难了。现在今天这句是1、3。床脚装墙角，墙角装床脚。你话床脚装墙角，定系床墙角装床脚？好难呢个，你讲一次。这个想都有9分嘅，这个我们都会觉得难啊。床脚装墙角，墙角装床脚，床脚床脚，你话床脚装墙角定床墙角装床？我比你说的还不好哎，所以就说我说的有多好吗？总结完毕，总结完毕，还有一个呢。一只蜘蛛的蜘蛛丝黏住蜘蛛枝，一只蜘蛛的蜘蛛丝黏着树枝，一只蜘蛛的蜘蛛丝黏住树枝，一只蜘蛛的蜘蛛丝黏住蜘蛛枝，一只蜘蛛的蜘蛛丝黏着一只树枝。好厉害！那这个游戏是主要是来打我们的脸的，啊，你走，别别。